我的理由请求是我的笔酸我的眼睛那是无力的吧我的感觉都我都无力归我我来花一时才能感觉我的理由请求是我的笔酸幸运呢，在怪物新人的第一年哦，甚至前半年就加入了。然后，其实我们当年呢，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有接到代言案，你们知道吗？桂冠火锅饺，就那一个而已。但是在今天呢，2024年的今天呢，跟大家宣布，怪物新人呢，总共呢接了5个代言，大家掌声鼓励。我们1、2、3，谢谢部长。1、2、3。你们四个人私底下看到我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但因为我们公司有训练，就是现场呢看到前辈的时候都要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大家觉得他们现在演的像不像？我是说，我是对。